因为我常被问到是因为是农民嘛，所以他一定会问你说你会算命。之后我会再去考一些咖啡相关的认证，之后我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事情。我们在1950年的时候在日月潭，那时候我阿舅就是在日月潭那时候种红茶，但是呢当时的那个农民他是不可以把茶树采下来的叶子呢可以做成茶叶来泡，你只能当做青菜一样的卖给那个大茶厂。他们的概念就是茶农就是种茶卖那个地菜，对，清茶就是那个茶的叶子，然后卖给大茶厂这样。然后到后来，就是大概在1970几年前后的时候呢，那时候才把这个法令废除，当那个农民才有办法就是自产自制自销。那而且当时呢，因为台湾的股票上万点嘛，所以每个人都有钱有闲的，就是要总的找一些生活，然后要悠闲。然后那时候的茶艺馆会开始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那这时候才会有说我要怎么样讲究来喝茶这件事情。在以前呢，喝茶的概念对于台湾人来说就是解渴用的，就是在路边的奉茶挖点挖点那个概念，他并没有去强调美学这件事情这样，或是说他茶叶有什么样子不同的风格上都没有。那从那个法律废除之后呢，因为所有的农民他想办法要把茶叶卖出去，所以他就会很认真的在于他的技艺方面、工艺方面呢，去努力的去做一些创造。再加上有那个比赛茶的出现，你知道台湾的比赛茶最贵的一斤，一台斤600公克卖到多少钱吗？你们猜猜看。50万。50万不止。最贵的卖到100万台币，一斤。那时候就是我们郭董去标的这样子，对。那所以呢，人家就开始喝茶这件事情，就除了说好喝之外呢，它还有一个比较可以去展现自己的好像背景啊或实力的一个方式。你想想看，在所有的农产品里面啊，你会去炫耀说我喝一斤3万块的比赛茶，一斤40万的比赛茶，你会去炫耀我吃一根50块的香蕉吗？不会吧？对，可是只有茶叶这个东西，它有人文的素养在里面。好，然后在1985年的那段时间呢，就是我父亲就开始来去种植那个高山乌龙茶。走过来这边，因为当时大概在1980开始才有高山茶的出现，高山茶就种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才算是高山茶。不然之前大概都是在500-600公尺而已。然后这是我妈妈，然后这个是我弟弟。在2007年的那个时候呢，我弟弟才回家里接家业。当时呢，他是资讯工程毕业，然后出国游学了1年之后回来。回来之后，他就跟我父母说他想要来做茶。当时我这个姐姐的心情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想说你应该外面找不到工作。所以呢，就想要回来家里窝着这样。你不要以为茶叶这么好做。后来没想到他回来家里很认真的，我是隔了2年之后才投入。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怕他做到一半跑掉了。我不可能一开始就把台北的工作辞了就回来家里帮忙。我观察他2年之后，他真的很认真把茶叶品质做稳定。做稳定之后呢，我觉得 OK， 那我应该家里来回来家里回馈一下，因为当时我的想法。并不想要把它当做我一辈子的职业，我想说我在外面工作念书了那么长的时间，10几年了，然后应该回来家里陪父母这样。然后就回来之后呢，我们开始大家就是讨论很多脑力激荡，然后到现在我大概也是9年过去了，我还在这。那我跟我弟弟都决定说，我们这一辈子就是不换工作了，我就是把这件事情把它做好。那目前呢，我们在奇莱山有茶园，我们有精制厂、制茶厂，然后有私人招待所在埔里那边，然后还有一些贩卖门市。
现在是目前我们集团的一个就是配置这样。当时我回来的时候，我们有讨论一件事，我们自己是小农，虽然爸爸都已经把那些茶园、制茶厂什么都盖好了，可是你要来做行销，那你到底我要将来要怎么做？我想建议大家，在很多时候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都要先讨论一下你的目的，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还有未来的方向怎么走。当时我们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而且影响我们到现在，就是当时我们讨论是我们到底是要做深度还是做广度。深度跟广度的差别是什么？广度呢很简单，就像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茶园制茶厂嘛，所以人家要投资我们，我就可以把它开非常多的分店，我可能开了100家、200家，开到全世界去这样，这个是做得非常的广。可是做得深的概念是你可以撑多久，做得广简单啊，资金进来就好了。那可是呢，你有没有办法撑100年、200年、300年呢？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我们要做一个百年传承的产业。从阿宙开始种茶，1950年到现在已经67年了，我能不能继续往下传下去？在很多在日本有非常多的大概400年以上的企业，可是在台湾呢，我觉得在于大家都只想要生存下去跟做大，可是有没有想要做久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后面很多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传承百年来去做一些选择。好，困难我刚刚有提到说，很多消费者第一个问到我们，第二个看我们年轻，9年前嘛，我那时候还年轻，然后就问一个什么月来卖茶，然后当然就说哎，可不可以算便宜一点啊，我直接就是跟茶农买嘛。那我那时候就思考一件事，为什么他看到我们他不去讨论说这个产品到底价值多少，它好不好喝这件事情，没有，他就是觉得说你应该就要便宜。那呢，我们就是去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是有念一些书嘛，所以呢，我就想说，哎，好，我呢一个经济体来说的话，如果以农业来说的话，我一定是产量乘以价格嘛。那大部分的价格你动得了吗？动不太了啊，对，比如米价多少啊，香蕉价格多少这样子。那唯一能动的是什么？就要动产量。所以呢，当一个农民他本身想要获利变多的时候呢，我要么就是增加产量，降低成本吧。啊，我怎么增加产量？就给一些药啊，怎么样让它长很多嘛。然后成本降低，就是我可能弄一些比较不好的产品，就是一些原料在里面，就弄出一个商品来，然后就是可以来贩卖这样。可是我的想法是刚好颠倒，我说因为我们台湾的种植的这个面积、土地面积啊，你不可能无限的扩展，它都是有一定的限制，你再怎么立体化都是这样。当你把这个产品丢到全世界的市场来看的话，你就是不够。可是我如何把我这个经济体变大？我就想要来动这个价格。那我如何动价格？价格的部分呢，东西便不便宜这件事情，我回过头来跟刚刚大家讲，就是提到说，消费者问我说你可不可以算便宜一点？便宜这个概念是什么？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用 iPhone 手机？ iPhone 手机一只公斤多少钱？3万。好，3万。我跟你说，我2万块卖你，便不便宜？便宜呀，全新手机。可是换个概念来想，我用2万块买一只手机贵不贵？如果它不是 iPhone 的话，哎，你觉得很贵。所以便宜这件事情是价值跟价格的差异。如果我把价值提高，我的价值是高于价格的，消费者就觉得便宜。那我如何动我这个价格把它提高呢？因为我价值提高嘛。那我如何让价值提高？我就是透过教育的方法，让他知道说这个东西是好在哪里这样。好，那我这边有讲到说，当时一开始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在讨论说，我为什么要回来家里工作？我在中研院做得好好的啦，看起来就是职业生涯也不错，社会地位也不错，那你干嘛回来家里变茶农？对，人家都觉得以前人就是阿宙跟我讲是说，啊，你不会念书的，在才像我们这样子去做农民。从小的观念是这样，可现在不是哦，现在都是要做农民你要会念书，如果你不会念书的话，你那个田是种不好的这样。我就说 OK， 我希望讲茶它可以留下一个可以传承百年的产业。那传承百年就是这个概念就跟永续经营一
样，就是有扣，扣到现在的说法是永续经营。那我们就对于台湾茶产业，我们会发现它看到我们觉得它有很大的面向。第一个绿色永续，然后教育比赛佐餐，佐餐的部分就是茶跟餐的搭配。我们有做过台湾乌龙茶做世界帝国料理，所以我有台湾乌龙茶配西班牙料理，配意大利料理，配法国料理。那个你能够想象它搭起来非常的 match， 你可以想象高山乌龙茶我配上了萨拉米，我配上了 cheese 来吃是非常合的。然后还有茶跟茶器具，那因为今天的关系呢，我主要是讲到绿色永续跟教育的部分。那永续的部分我们就开始想说 OK， 这是永续的定义，基本上要保护环境，而且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求，重点是你不要损害后代的需求为前提。那我就想到环境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我们是茶叶是做到零排放。零排放那个概念就是我们把我们的那个碳足迹跟水足迹算出来之后呢，我直接做到了碳中和。因为乌龙茶在制造过程中，它唯一会产生的废弃物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那我们就觉得说 ，OK， 那我就是去计算出那个二氧化碳，我已经减量到一定程度了，直接做到中和。很多人都会觉得，那你做这件事情要干嘛？那我们会想到说，现在全球最危险的议题，实际上是全球暖化的议题，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那你如何跟国际世界接轨？因为我们从我跟我弟弟回来台湾，回来我们家族接家业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就是我的市场不是在台湾而已，我的市场就是定全世界。那全世界现在讲的共同语言到底是什么？你就要朝着这个迈进。那我们就拿到了全世界第一家，目前也是唯一一家，就是碳足迹的那个乌龙茶的这个公司，这样。好，另外一块呢，我们就想到除了产品面生产面的这个部分，因为我对环境要保育，然后希望能够让它有序的种植之外呢，我公司如何让它有序能够发展，所以呢，我们就是有拿到社会企业跟 B 型企业的部分。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可以上网查一下就知道。好，另外一块就是教育，我们就开始在思考，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是要获利嘛，所以我们讲经济体这件事情。如果我把它扣到茶叶这件事 ，OK， 我们一年产值6000到8000斤，如果现在平均一斤是5000块，那我要把产值提高，是这样的，我一斤变成10000块的这个概念，我一斤就算卖100万好了，乘以6000斤乘起来多少钱？它就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它也不可能无限的再继续扩张。那有哪一个东西，哪一件事情？我可以无限的扩张，而且我可以传承。重点是我不会消耗台湾的天然资源。有什么事？后来就想到，教育是百年树人，就是教育这件事情。那教育为什么我会想到呢？这个也是我扣到刚刚一开始，你看到我考了很多证照，为什么考去考一些酒的证照，将来会去考咖啡的证照？你想看全世界世界三大饮品：茶、酒、咖啡。那你会觉得有没有人这辈子就是毕业之后想要开咖啡馆的？我相信一定有。然后你会觉得去学品酒，你觉得哇太时尚了。那如果你去学茶呢？我相信很多人脑袋第一跳出来是老人茶，有没有？我相信一定有。他觉得说啊，这个就是阿公在喝的啊，那个就是已经不是上不了台面的，就会直接跳出这个印象。可是呢，我们那时候想说，世界三大饮品呢，他们有像喝的人口总数，你说喝咖啡的加起来的人跟喝酒加起来的人，或喝茶加起来的人数最多，事实上是喝茶的这个人口才是众多的。但是为什么它不时尚呢？然后为什么现在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喜欢喝咖啡呢？是因为说咖啡跟酒比较方便吗？后来我就发现咖啡也不简单耶，你要去学一个咖啡，如果冲一个好喝的咖啡也是非常的复杂。那这个就是很多人都说啊，你年轻人好，你要给年轻人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啊，不要用脑袋。那我想不是耶，你看去学咖啡跟学酒的那个那么复杂的也都是年轻人去啊。
难不难这件事情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学的有没有意义，跟他学了之后有没有一路可以学上去这样。这时候我就去看了咖啡跟酒的证照课程，你会发现对于你完全都不懂的人，我去上了那个 Wine Tasting L1 的课， OK， 我可能知道这个大概全世界的酒大概是什么，然后慢慢的往上学到一定程度，我可能要开一个酒馆或是一个酒窖。一个咖啡也是同样的概念，可是茶呢，每次去喝茶，每次问人家，他的答案都完全不一样，他好像隔一层纱一样的来去跟你做互动。那我就觉得说 OK， 那个经济产值在哪里？举个例子来说，我有看到一个在台湾一个公司，他去代理英国的 WSET 的葡萄酒认证的课，一个 L1 的初阶的课程大概要6万多块，大概6万多块可能也是10个小时而已，25个人才开班，然后他已经开200多期了，所以要算一下多少钱这个产值。而且全台湾不是只有这家公司代理 WSET 的证照，全世界也不会只有台湾在代理这个。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哇，原来教育这个东西，知识经济化这件事情，当你做得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产业做出来。很多人都说我们在市场上呢，我们不要找红海，不要找蓝海，可是我们发现在茶教育这件事情，茶叶饮品教育来说，它是一个百亿市场，就是没人做。在全世界来说，你在做一个产业的时候，当你去定义这个规则的人，你去做那个定规则的人的时候，你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全世界就会去follow你。那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在做茶叶的教育？原因是因为大部分茶都产在亚洲，所有全世界的6大茶类都是从中国发明出来的。那中国人的就是思想，亚洲人的思想是什么？比较哲学，然后把茶叶把它跟宗教结合，把它跟一些感性面的东西结合，这样像日本的监察道、抹茶道、艺术层次，可是它就是不会像是比较逻辑的思考的方法把它讲清楚。然后这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就是欧洲那边、美国那边，他们就觉得哦，喝茶感觉是一个非常神秘东方色彩的。那我就看了这个点之后，就决定说要替台湾未来的产业或未来的下一代。你看台湾茶产业，我只是指手摇饮料跟罐装饮料，一年就有200亿的产值，我没有加上我们卖的茶叶、卖的茶具、卖的茶周边商品，加起来我个人觉得有7-8百亿的产值。但是有什么学校在教这方面的知识吗？好像也没有。所以我们茶产业的人，自己的茶品牌或是茶叶包装公司或是很多网络上的一些品牌，它需要非常多这样子的人才，但是学校并没有教这样子的人才。那我就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商机在里面。那另外一块，我看讲是先从产业面，那如果是从消费者面来说呢，最近大家应该都很烦的就是食物安全，就是觉得一直都报食安，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是这些黑心厂商做了这些不好的东西，害大家吃身体健康不好。可是转个头来想，以厂商来说，以商人的角度，他的目的是什么？要赚钱嘛。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就是产量可能价格这样子，啊，我做这些东西干嘛买？如果消费者不买，他是不是觉得哎呦，原来你们分辨得出来嘞？那我只好用比较好的品质来做这个东西。因为消费者他的意识没有觉醒，他没有使用他的消费选择权。当你有能力去分辨这个东西有毒，这个东西对身体不好的时候，它就算再便宜，你会不会买？大部分人是不会买的。所以在最源头的教育的部分，当你清楚知道这个茶它的包装标示就是有问题，它那个价格跟那个来源就是有问题，它说再怎么便宜你会不会买？你不会买。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这些厂商因为它就是要获利，它要赚钱，所以他要把他的包装标示写得更清楚，把来源标示得更清楚，甚至于给你们更好的品质。
那我觉得真正要解决所有的食安问题，是在于食物教育的推广，还有跟大家消费者他的意识觉醒，才有办法根治这个食安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 focus 在就是茶叶这方面的消费者的教育，还有呢就是产业链的人才培训。那交易的产业大概分三个，以台湾来说的话呢，有茶叶改良厂，有人听过茶叶改良厂吗？ OK， 你知道它厉害在哪里？全世界大概只有三个国家有在于那个政府单位有专责研究茶的，一个大概是反正台湾，然后印度还有日本。很多农作物，我又举香蕉，香蕉好了，香蕉、凤梨啊、稻米啊那些，它都是在农改厂里面，农业改良厂里面改良了很多所有的吃的，然后水果跟鸡类的东西，只有茶，它特地成立出来叫茶叶改良厂。当然现在茶叶改良厂变成有咖啡啦，然后还有茶，就这两个，但是茶为主要的。它有一个总厂，然后有三个分厂加一个工作站，有这么大的一个组织，大概是五六十个博士跟硕士生一辈子就是在研究茶。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乌龙茶会全世界有名，这个制度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就建立好了，就是它会有一群专家在研究茶叶品种的改良、茶叶的制程，然后还有你怎么就是去照顾这个茶园。台湾就刚好有这么优厚的一个资源、历史背景在这边，但是呢，这些茶叶改良厂他们的工作是去教茶农或是茶商，教非常非常专业，可能上课上五天的那种。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他的目的，他成立目的是做研究，他成立目的不是为了做教育推广的。所以在这个我刚才讲的说消费者的教育这一块是没有人在做。另外一块我说的学校单位，学校单位现在大概有两间学校在做，第一个是亚洲科技大学，另外一个是大同技术学院。然后亚洲科技大学他最近整个学校停了嘛，就是要被停了那个，对啊，现在唯一的一个科系就是大同技术学院的，但是他是去教学生怎么做茶这件事情，可是他并没有去教另外一块比较大块的消费者，我不需要知道茶叶怎么做，应该是说我大概看过就好，可是我不用实际去做，但是我要知道我的口感，我品味得出来，我能喝得出来说，哦，这个味道我喜不喜欢，这个味道跟他写的标示合不合理。比如说文山包种茶，你想到这种茶，它就是应该要有条索状的，它不会是球状的，然后它泡出来它就是会有兰花的香气，而且茶汤的颜色就是绿中带黄，文山包种茶就应该要这个东西。如果文山包种茶拿出来它是球状的，就是像一颗球像高山乌龙茶那种，泡出来的颜色又非常的深，然后它会有烘焙的味道，那个就是错的，那个就是要么就表示错，要么就是他拿假的给你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茶知识口感品评的一个知识的训练。那我们的架构呢，就是用葡萄酒跟咖啡的概念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茶教育的。那我就成立了这个讲茶学院。那讲茶学院的概念，你可以看到一个是左边这边是一个叶子，右边呢那是一个数字，一个百分之三。那3%的意思是什么？我刚才提到我们台湾最贵标到一斤的冠军茶多少钱？100万。然后最便宜的呢，有一斤200块的。那这个茶到底是100万的价值，还是200块的价值呢？它就是泡出来那个我们叫茶汤嘛，泡出来那个茶汤，茶汤里面有97%都是水，剩下的3%是那个茶汤里面的茶叶的可溶物啦、香气分子啦，所以也就是这一杯茶，它到底价值是100万，还是价值是200块，都是受到那个3%的影响。那我们自己期许自己讲茶，能够成为台湾茶产业或是世界茶产业那个重要的3%，那我们是因为这样子呢，才成立了这个学院的部分。
那目前呢，我们有非常多茶叶品名，我们会有乌龙茶系列的课、红茶系列的课跟日本系列的课，然后这些不是说日本啊，就是绿茶系列的。那当然，绿茶是以在全世界来说是以日本为领导地位，但是产量的话是中国的产量最大，但是文化的领导地位是日本。那红茶呢？红茶的文化领导地位是英国，可是呢，产量最大是斯里兰卡。那乌龙茶，你觉得产量最大是哪里？也是中国。然后现在泰国、越南都在种很多乌龙茶。那乌龙茶的领导文化领导地位是哪一个国家？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台湾啊。就是你知道台湾在150年前清朝的时候，已经有一个英国商人叫杜德的，他就用佛罗摩萨乌龙 tea 的名义，把台湾乌龙茶全部卖到了美国啦，大概到80几个港口，全世界80几个港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台湾的乌龙茶在全世界就非常的知名。你从新竹以北。从日据时代，然后到国民政府来台的初期，新竹以北，甚至于那个桃园那个地方，所有的那个什么高尔夫球场的，全部都是茶园。是到后来的民国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茶园才慢慢的跑到了高山上去种茶嘛，南部糖厂、北部茶，你不觉得很奇怪？北部都没种茶，北部只剩下包种茶一点点。当时呢，乌龙茶它是占了全台湾52%的外汇，都是靠乌龙茶卖出去的。大稻埕有20万人，大稻埕会兴起是因为茶，不是布，布是后面的。当时有20万人是靠茶叶为生。台湾女性第一个不能说合法，因为以前台湾女性是没办法去外面工作的，就是待在家里，而且你没有办法去，你可能在家里帮忙，可是你没有办法说我去工作拿薪水，这件事情是没有的。台湾女性第一个可以出去拿薪水工作的是在大稻埕那边去检查吃丁爹地，而且当时有非常多的福建那边过来的茶制茶师傅跟检查师的那个就是年轻女性，就是坐着船来到了台湾。然后为什么附近的人就是会很信妈祖，因为过海水沟嘛，很多就沉了就可以回去了这样。所以乌龙茶对于台湾真的是占有非常多的地位这样。好，所以这是我们茶叶品名，它就像品酒一样，品咖啡的概念。然后这是我们的绿茶品评的课程。好，这是台湾特色乌龙茶有几种？你们猜猜？台湾特色乌龙茶有12种。它要讲到这个名字，你就要知道它的最主要的产地在哪里，它会长什么形状，然后喝起来会有什么味道。这么一个美的，这么一个棒的知识，我们把它整理好之后，实际上就可以透过茶叶知识行销到全世界去。那行销出去之后呢，在国外它才有办法用合理的价格来跟台湾卖。我跟你说，在全世界大概红茶大概1公斤$3就可以买到还不错的红茶，可是呢，绿茶大概可能要50几块美金这样子，乌龙茶嘞，不好意思，70-80块，甚至于就是比较高一点的价格才有办法买到。哎，真的以我们来说，喝起来还不错的乌龙茶这样，它大家听到这个都是贵的，可是呢，当你喝不出风味的时候，它就不知道贵在哪里。那我们就是要先从把教育输出，让他知道说，茶叶到底台湾茶好在哪里？那之后他就会用比较好而且合理的价格来给我们买，而且我们台湾茶叶要做成庄园制的概念。好，那我们也没有想到说，我们透过教育啊，因为当时我们在开始做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我自己客户的问题，然后还有我在做行销的时候，消费者可以跟我用同样的对话在讲这件事。有时候当他不太懂的时候呢，你跟他讲你对这个茶做再多的心血，他也无法感受这样。那结果开始做了教育之后，就没想到我们跟台湾大概有100多家的茶农，像春水堂啊，像 Discover 发现茶，
我们都会变成联盟，概念就是我们是一起把这个茶产业推到国际去。那我们的证照课程呢，实际上因为全世界没做嘛，然后证照到底证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考完这个证照之后，你有办法来应征去找工作，然后他可以优先录取这样。中国大陆大概三十几家去认可这个证照，然后日本没有。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种子教师是可以投入这个茶产业的部分，而且我们的教育已经输出到西班牙跟智利，今年会到香港、荷兰那边的公司，他也对于茶教育非常有兴趣。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将来就算有一天台湾因为全球暖化不适合种茶，但是我们的茶教育这件事情就是直接输出到国际，而且这个规范规则都是我们写的，它不会传承百年，可以的。而且不会只有我自己的小孩子受惠，是非常多台湾相关的下一代年轻人。如果你对于这个茶产业有兴趣的话，你可以透过这个教育变成自己的一个职业的生涯，它可以变成你的主业或副业都可以。对，而且我们也可以做到很多跨界啊，我们甚至于帮人家写那个品牛奶的课程，然后或是品香草茶的课程，这个我觉得就是还蛮有趣的。好，那我想说时间也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好，谢谢大家。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茶产业真的有非常多的细节精神里面在里面。那如果要在这边的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想问我们的讲者，我们开放一个问题的提问，有吗？或者是我想要问讲者说，对你来说茶的意义是什么？就像我们刚刚有互动墙嘛，然后大家有留了很多的，就是他们对于茶的想象啊，或者是一些想法概念。那我想问说，如果这题你来答的话，你会怎么看？我等一下，我往上拉一下，再往上一点。采茶共享这件事，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在台湾采茶都是阿嬷，都是七八十岁的阿嬷再去采茶。很多年轻人不是要去澳洲去打工度假吗？啊，为什么去？因为他说，那你除了可以体验人生之外，还可以有，可以有赚钱嘛，对不对？因为薪水高嘛。你知道我看那个采茶，如果你采高山茶，我都是给现金哦，给现金，一天吃午餐、早餐、点心、中午、午等哦，一天吃午餐这样子，然后包吃包住。如果你最会采的，你知道一天的薪水是多少吗？大概6000到8000。采茶，采茶，大家都采茶。对啊。可是为什么就年轻人不做？就因为说人家跟他说，哎，那你的工作是什么？那我还得呀。就听起来好像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职业。可是你不要以为他是从低海拔的，就你整年都有工作，低海拔开始采的才能采茶。啊，当然高山茶的，因为真的是他要求比较多的是采茶的部分，所以他的单价会比较高。可是基本上平均大概都是3000多、4000多都可以。然后如果你比较认真一点的话，你就是可以有到6000多、7000多这样。那我想问三年，你平常会自己去采茶吗？采茶哦？会吗？没有啦，我们只是去见过。那我自己采过吗？有。事实上很多人采茶是用手这样采嘛。你们以为用指甲吗？当然不可能。实际上，你的手上会挂一个刮胡刀的刀片，你直接绑在你的手上，然后你是直接这样折，是折的。当你就是抢那个速度，就很快把它采好这样。那所有的东西，我们如果原料不好，因为采茶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你知道我们缺工缺到什么程度？我们通常都会给那个司机，他在那个采茶工到山上去嘛。啊，山上我们是高山，所以我们都有那个就是。地方让他们住这样子，一趟上去是采10天、15天不一定。然后上去，我刚刚跟那个工头说我要30个采茶工，结果哎，怎么到现场只剩10个？为什么呢？因为在路口就一个另外的茶园就招招手，就跟采那个工头说，我给你2000块，请你给我10个人，10个人。然后被拦了2次之后，我只剩下10个这样。那我前面只要没有采。没有人可以，因为茶树会一直长嘛。这个时间点没采，你后面茶都不用做。对，所以采茶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啊，只是我觉得有机会真的可以来
跟媒合一些学校啊、学生啊，如果你要打工的话，真的可以去那边试试看。好，所以就今天大家知道，欢迎大家成为采茶工。对，好，那非常正常感谢今天Sunny给我们的分享，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谢谢他。好，谢谢。